南投县拥有许多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观，其中风光明媚的九九峰便是其中之一。九九峰的由来是因为其山是由99座独立的山峰组成，远眺就像小小的火焰，非常独特。从生态艺术园区中的步道入口开始准备登顶，森林步道导览图上清楚写着沿途指标。登九九峰森林步道，除了沿途风景宜人外，这里拥有绝佳的视野，能俯瞰到雾峰或是草屯等地的景观。有多久不曾拾起脚步远离尘嚣，踏上寻找秘境的旅程呢？快点来九九峰森林步道走走吧。